脏得很，那不是女人，猪一样。不太讲了，不太讲。哦，猪，规范，没有文化，就关于那个，他说就女人的那个有，没不是女人，猪，猪，哎，不可能啊，有文化的女人可以爱可以，没有文化的女人爱那个是猪，猪和睡觉一样，有什么别的？像动物，是不是？说实话啊，难听的话，在国内我们也是风光的时候，说实话都是中国人，你们穿旗袍的女人能睡过觉吗？没有吧，那味道是不一样的。先生们女士们，不一样的味，那是女人很睡衣，漂亮的睡衣。可是这边的女人是什么女人？就野猪一样啊，为了钱，没有别的。我不是侮辱你们，确实事实就这样。那不是女人，我不是乱说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不，白给我不要，白睡觉不干，他开个工资也不干，我外号叫霸道啊，霸道。我一般我不喜欢的女人，我要求很高，必须长头发的，必须盘头的，气质还有文雅高雅的那个气质，女人一样的味道。我从来没有花过钱，我的脸蛋出去就麻烦了啊，这个不是别的啊，这个原因我脸蛋不出就无所谓。他们说的50块，跳楼自杀是啥啊？跳楼的跳楼自杀是啥？多少自杀的？跳什么楼？不在这儿跳楼了吗？什么？这破产？那按摩女啊，跳楼？那他开店破产了，还是借了高利贷？我操，人家这人打落3栋房子了，完了都在这儿。那什么时候发生事情？这才多长时间？没有多长时间，这一年也没有。一年好，几个月的事儿。一年几月？哦，那我去年不在这里，那可能是年初的事儿。嗯，年初。嗨，你放心，借玩呢嘛。那他房地产多，然后人家你在大陆，你学过按摩吗？也没学过。没学过。就是你妈长得好看，完事以后给你们呼噜呼噜，人家钱都你妈搁你口袋了，可能吗？那不下鬼吗？他干嘛呀？实在不行还给你拉。对吗？你看那前面呢，还有20块钱，打出来吧，不打出来不抽的不好。操他妈的！真他妈了个逼操贱，真的。他妈，你甭说别的，你啥那趟街上一走，按摩，对吗？现在他妈中国人他都不玩他了，他妈找阿米狗了。我操，到那以后那阿米狗憋他妈好半年了，抽到那以后顺总就让你出来了，你得把钱点了就。哦，先点了钱。对。点了钱啊，对。哦。你不给他钱，他哪行？对。哦。是他妈正规，正规到那以后他逗了你了，光他妈冒下巴。冒着你他妈忍不住了，就他妈就玩吧。哈，刚一开始。阿米狗。刚一开始20块钱按摩。你上去就52块钱，勾引你，哦，他勾引你，要多少钱？哦，你想，他最少给你要60块钱，你要是他要是勾，多少家？还没40-50家，这是明的，暗的还不知道多少家。你买份那个《世界日报》看的话，我就说这意思，我好多。得有80家。